叔，不论人家姑娘是好是坏，我良心上都过不去。您瞧我这身子骨，还能够娶妻生子吗？如果是个好姑娘，我就更加不敢糟蹋人家。这事儿就甭再提了。怎么能不提呀？你一定得在立秋前完婚，明年生个娃娃。叔叔，你怎么连日子都给选好了？孩子，听叔叔的安排，不会有错。你娘要是还在，她也会盼着你早日长大成人，早日娶妻生子的。成九，皇帝密旨，即令各州府衙寻一名约萧离之女子，容貌如图，寻获者晋升一级。此女假冒娘娘招摇撞骗，有伤国体，寻者将其就地处斩者晋升三级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谢公公。您找我呀，大人。你鬼鬼祟祟干什么你？哦，大人恕罪，您命他们要小人狂奔而来，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啊。嗯。啊，这是娘娘的画像，画得真好。是不是上回咱们保护娘娘有功，娘娘回宫之后特赐咱们这张画表扬咱们？放屁。那这张画是娘娘私下送给大人的了？嗯，胡说。皇上密旨，通令各地州府，若是见到娘娘者，官升一级；若是能够将她就地斩首，官升三级。娘娘这么漂亮，皇上怎么舍得杀她？你去问皇上啊。请问大人，您是想官升一级还是升三级呀？住口。传令下去，若是有人找到娘娘，赏白银500两。是。你还不快下去。哎，是是。白爷爷。哎，干嘛？我娘和我舅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啊。别着急，我已经亲自派人去找你娘跟你舅舅了。找找找，要是再找不到我娘的话，我就自己出宫找。哎呀，你呀，不要心急，我知道你不会乱来的。告诉你白爷爷，我为什么会跟你回宫，你是很清楚的。我可不是你说的什么公鸡母鸡呀、啊！要是再没有我娘的消息，我这个人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哎、好好好好，哎，我来我来，你别，别，来，我来，哎，我知道你孝顺，你娘，你孝顺的姑娘来了，哎，好了，哎呦，哎呀，好，好了，这就漂亮了，真够厉害了。多累的啊。哎，是你啊。有事吗？你呀、啊、该歇会儿就歇会儿，老这么临时抱佛脚的哪行。歇会儿，歇着。不是，你不是一直在朕的耳边说什么公鸡司晨母鸡司晨的？朕今天开始专心于朝政了，你又来说泄气话。哎，我说自
自打你跟我学木匠手艺以后，你干过几辆漂亮活啊？啊，哎，凡事不能一就而成，你不能把那些朝政上的事儿囫囵吞枣都装在肚子里头，就装在肚子里，你记住了，你分辨得出是非吗？啊，你分辨出对跟错吗？你还是不行吧？哎，说的也对啊。可是朕只要一站起来，这满脑子想的都是阿秀阿秀的，倒不如让脑子里面装满了东西，这样就不再想阿秀了，我的心里还舒服一点。哎，该想的你还是得想，你不能因为这些乱七八糟朝中的正事，你把你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啊！你要是真想把阿秀给勾引过来呀，要说也不是绝对没办法。嗯，你说有办法？啊，人家都说我活到老学到老，要不管我叫主意多呢。美了你啊。哎，那你赶紧把你的老主意都兜出来吧。啊，给你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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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总得赏口水喝呗。啊，干说好好好。哎，上茶。上好茶。什么人？奴禀建安宫十五，有大事禀报皇上。皇上正在处理朝政，下去。可是奴禀真的有大事。出去，慢着。皇上，是我，这么急着找朕什么事啊？皇上，大事不好了，娘娘她。娘娘怎么了？快说。娘娘她要出家为尼。这。阿秀，阿秀，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？啊！阿弥陀佛，老衲圆空，皇上圣驾亲临护国寺，不知有何指教？圆空师父，他不能出家。刚才这位女施主和老衲已谈过，她愿意放下一切俗物，皈依我佛，而且心意已决。圆空师父，你不能让她出家。她是朕的妻子啊！啊，她是皇上的妻子。这么说，她就是皇后娘娘了。是啊，一国之母出家为尼，这成何体统嘛！啊，太好了，我还没有剃度过级别这么高的尼姑，能把一国之母剃光头，就不虚此生了。皇上，本寺历经各朝各代，渡人无数，可从来没有人阻止过本寺为人剃度，就算皇上您也不行。这位老方丈，您还认得我吧？哎，70多年前你曾帮王七五剃度过，当时你还是一个敲钟的小和尚了。你现在行了，你手里有钱了，你是个。我说，我快快，你不是满脑子主意吗？快帮朕想想办法呀！啊，你这。他庙里缺人手，他就酒瘾，给人家剃度，好有人给他干活啊！你能拖就拖，好，赶紧出去想办法，你去吧，你快快去快去，啊，拖好好啊，去吧，拖着啊。好，圆空师傅，阿秀，南无。阿秀，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你啊！朱小妹，你在这儿，
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事不好，你女儿到相国寺要当尼姑了。嗯，姐，你抱不了孙子了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啊，姐。洗脚。哎呀，朱小妹，我刚从相国寺来，那个老和尚他心狠手辣，我刚才看见他已经把刀架在喇秀的头顶上，马上就要落发。秦简还没死呢，阿秀不会出家的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秦简那个小王八蛋他跟另外一个女人跑了，要不然阿秀他也不会要出家的呀。啊，秦简是个好小子，除了我们阿秀，他对任何女人都不会瞧一眼的。你怎么总是跟我抬死杠呢？我的话若有半字虚妄，天打雷劈。白老头啊，如果我们阿秀当了尼姑，第一个该天打雷劈的就应该是你。哎，怎么劈来劈去劈到我的头上了？哎，我这把年纪了，我又无能为力，阿秀不会为我出家吧？哎，是不是？白老头，我问你，阿秀为什么进宫？这个我也说不大清楚。那是为了皇上吧？当然是为了皇上。既然为了皇上进宫的，小宝，咱们回家。哎，你别忙，别忙，别忙。你沉住气，沉住气。哎，朱小妹啊。阿秀啊，他是为了你们宫里的人没一个说实话的。小宝，咱们走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阿秀他是为了你和朱小弟才进的宫。我总算没白养这个女儿，街坊邻居提起我们阿秀都竖起大拇指，说她是孝女。哎呀，我说朱小妹呀，你别再扯闲白了，你再不亲自出马，你这姑娘就白养了。小宝啊，如果阿秀真当了尼姑，谁该天打雷劈呀？不知道。蠢材，当然是我该天打雷劈了。朱小妹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把你的四寸金莲再往相国寺挪上这么半步，好吧，小妹。哎，小妹，哎，不行。怎么了？人各有命，如果我们阿秀是天生的尼姑命，我去也没用。哎呀，哎呀，是你呀，我还以为是苍蝇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我见了宝了。哎，这个玉坠子你能不能拿给我？我去拿给阿秀让他看一看啊。这个我看一看行吗？好不好？这个玉坠跟了我几十年了，从不离身。哎，你借给我嘛，拿个。不借。我知道你啊，清高无功不受禄。你来看看这些绸缎和黄金，我只当做个抵押，你把玉坠子当给我，用了以后我马上还给你，行不行？好吧。好了，我勉为其难。小宝，你把咱们的金子包起来。哎，包里，我包里包。哎，擦干净点，免得生锈黄金。救的是你的女儿，还要给你黄金，这笔账怎么算呢？姐，如果阿秀真的当了尼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阿秀怎么会去做尼姑呢？这白老头自作聪明，跟咱们阿秀耍心眼儿，以后啊，有他苦头吃呢。阿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皇上啊，我本来好好的，有一间烧饼铺，而且日子过得无忧无虑的，莫名其妙的卷到你们皇宫这个是非圈子里面，弄得我娘也没有了，舅舅也没有了，连秦简都跟你的老婆跑了。可是朕已经下了密诏，让他们立刻把娘娘找回来。如果娘娘要是怀了秦简的娃娃，我劝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。这，
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皇上，您就成全我吧，啊！可是阿秀，还有朕呢，朕会一辈子疼爱你，保护你。一个男人如果对一个女人说话不算数的话，还谈什么爱不爱呀，保护不保护啊？哎，连真心都没有了。我朱秀荣命苦，该当尼姑。朕知道错了，朕发誓，一定替你找回你娘和你舅舅。但是给朕一点时间呢，啊，阿秀，别出家了。我对天下的男人都失望了，我想当尼姑。只有豆腐青菜可以相信了。去，时辰已到，备法器。和尚，老方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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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刀下留头，刀下留头，留头发，留头发。丞相，这朱秀荣已经随皇上出了护国寺。该怎么做你知道？是的，丞相。小人给丞相办事，从来是一不求功，二不求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，赶紧去。好好好。备轿，去静安宫。是。啊，这边。阿秀，朕出动了京里所有的兵马，才找到你娘和你舅舅，他们就在里边。哦。哎，阿秀，阿秀。小姑奶奶，怎么着？干嘛呀？啊！我的行李呢？找行李干嘛呀？还问呢？我要离开这里呀！哎呀，你呀，跟这儿多住两天啊！娘俩刚见面就要回家，干嘛？你还敢问我？根本就是你和皇上联手戏弄我！你们以为我朱秀荣是好欺负的？哼！我们怎么了？皇上跟我不是帮你找着娘跟你舅舅了吗？哈！他们根本就不在那里呀！不在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自己去瞧瞧呀！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是一样的，说话不算数。阿秀啊，这玉坠子是你娘每天亲手戴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你娘亲自交给我的，是吧？这个玉坠是我爹唯一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居心何在，我一定要亲自找到我娘。哎呦哎呦！你别在这里假装白爷爷了。你到底把我娘扣着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非要我跟皇上生了娃娃才行啊？你们才肯放我娘是吗？天理良心，我没有扣留你娘和你舅舅，我的确想让你见着你娘和你舅舅，所以我才把玉坠子交给皇上，这个人情让皇上亲手去做。我说走嘴了。嗯。原来皇上说出动了京城所有的兵马找我娘和我舅舅，都是胡说的，什么君无戏言，哼！我发誓这件事完全是我一个人搞的，跟皇上一点关系也没有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当真是你一个人搞的？我自作聪明，我绕来绕去，我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娘娘，娘娘。十五啊，你把我的东西藏到哪儿去了？我全部家当都在里边呢。哎呀，娘娘，干什么？刚才丞相叫人过来，把您的东西全部送到了静安宫。为什么？朱大娘，这个好吃啊！朱大娘。以后有什么事吩咐一声就行了，自会有人帮您打点。我
我想见我的女儿，该吩咐谁呀？马上就到。娘娘驾到！丞相，娘娘来了。娘，哎呀，娘，女儿想死你了。总算没给你想死吧，娘娘。哎呀，丞相，多谢您帮我找回娘和我舅舅。娘娘啊，微臣能帮您做一点事，是微臣的荣幸啊。哎，丞相啊，你不要再叫我娘娘了，我是朱秀荣啊。阿秀啊，你在宫里犯了什么事儿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好。你要是自己犯了什么错，就得去承认，要是别人犯了错，你也不要傻的替别人扛着。是啊，阿秀，就算是自己闯的祸，能找个人顶也好过自己受罪啊。嗯，娘娘，你们母女团聚一定有许多话要说，那微臣告辞了。哎，丞相，娘娘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知道我不是娘娘，往后就别在我娘面前喊我娘娘了。娘娘，我说你是娘娘，谁能说你不是娘娘？小丫头，别伺候老太婆了，吃蜜饯还要人送到嘴里，还要帮忙擦嘴，还有什么味道啊？大娘，我瞧您刚才不是吃得挺好的吗？刚才是丞相在，我做样子给他瞧的，免得他看透了我的底。好了，现在你下去吧，我要跟我女儿说几句贴己的话。是。阿秀啊，听说秦简跟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跑了。嗯。阿秀，你别难过，秦简再笨也不会像你舅舅一样认不出你来。那个叫萧离的女人在咱们家待了几天，我眼睛看不见都认出来了，秦简怎么会认不出来？可是她如果心里认出，嘴巴不讲，那不是可以叫她白占便宜了？嗨，娘说她笨，她就笨到这儿了，她只要认出来了，嘴巴就藏不住，等她再想占人家便宜的时候，就拉不下脸来了。娘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既然认出来了，为什么不点破他呢？哎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不见了，家里又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不奇怪吗？娘不点穿，是为了从她身上引出你的下落，以后你不就回来了吗？娘，你真聪明啊。我不聪明，可我遇到的那些人又太笨了。哎，阿秀，你看这个戒指是不是那个叫萧离的女人的？哦，你把戒指收好了，我想那个才是真正的娘娘。她在咱们家里吃了不少的苦，咱们不占她的便宜，你要是遇到她，就把戒指还给她。是的。娘啊，女儿不知道您这么牵挂我，我不在的时候您是不是连觉都睡不着？那倒不至于，我要是老想你睡不着觉，那怎么想办法找你啊？哎，倒也是啊。哎，可是不过这次呢，我倒是没有想到是丞相把您给找到的。你看这宫里人啊，一个比一个自作聪明，把别人当白痴。这话怎么讲？他们一个个脑子里呀，就想着怎么坑别人。老头，这一回你可真是要把朕给整惨了。流年不利啊，不利啊。你流年不利啊？啊，那你干嘛把朕拖进去倒霉啊？啊，这找了半天阿秀他娘连个着落都没有，这以后阿秀还怎么相信朕呢？
我就是怕人家找着我，所以把它藏在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，谁也找不着。那只是你一个人在说，有谁看见了？谁看见了？是啊，为了防止走漏消息，所以除了我任何人都不知道。啊，合着除了你之外谁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啊，这任何人都不知道，这说明你如果撒了谎，那谁都不会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我撒谎？我发誓，我活了快100岁，我从来没发过誓。我跟你们这儿发誓，我发誓，我……好好好，我发誓啊！不要发誓了，啊，老头，你说你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到现在还是个童子身呢，你根本就不懂男女之间的那个情爱，你管朕的感情纠葛干什么呀？啊，是吧？弄得朕到现在非常的被动，这个人仰马翻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安心的回家去养花养鸟，以后朕的事情你少管。哎，我办不到啊，这事是关系到王位继承、国家传统的大事，老夫身为三朝元老，我焉能够不管？丞相到。皇上。皇上。哦，爱卿，什么事啊？皇上，微臣已经找到绣容姑娘的亲娘跟舅舅了。哪儿找了？真的？不可能。是的，不可能。白公凤，你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到静安宫去看看。看看。皇上，不要管他。微臣已经将阿绣姑娘的娘和舅舅安顿在静安宫了。哎呀，好啊，爱卿啊，你真好啊！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愣是没有把阿绣请到静安宫来。你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让阿绣进了静安宫了。走，快带朕去看一看。皇上恕罪，微臣以为皇上现在不适合去静安宫。为什么呀？皇上，阿绣姑娘刚与亲娘见面，如果皇上马上就到，绣容姑娘会以为她亲娘与舅舅的失踪是皇上一手策划并逼她进宫的，这样对您的印象会更加恶劣。哦，这倒也是。那老臣倒未必这样认为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听丞相的。丞相。皇上，您若是想得到阿绣的心，恐怕还需要白供奉帮忙。他能帮得上什么忙？白供奉可否愿意啊？那好说，你们只要能够动员绣容帮助皇上生个太子，老臣我就是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我也心甘。哎呀，白供奉忠心为主，真是感天动地呀。小意思。我向娘娘请罪来了。不要，没有你们的事。我向娘娘请罪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没你们的事。你们别管。白公凤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白公凤，怎么了？这是。我向娘娘请罪来了。去，走。阿绣。哎，白爷爷。您这是怎么了？绑得像粽子一样。谁把您给绑起来了？我帮你解开。我自己把自己绑起来的。我有罪。白爷爷，丞相已经找到我娘了，我娘平安无事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我并没有怪罪你啊。我怪罪我自己，是我把你娘你舅舅骗到宫里来的，是我逼你进宫的，我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我向你磕头请罪。哎，白爷爷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承受不起。哎，快起来。哎呀，白爷爷，丞相，白老头这样子看着快断气了，朕看着不忍呐。欲获佳人芳心，总得有所牺牲。皇上，啊，您不觉得白供奉这出戏演得不错吗？哎。志威，快给他松绑啊！快一点啊！别管，谁也别管，我自己的事。哎，白爷爷，别这样夜深了。哎呀，皇上，平身，朕找你半天，你跑阿绣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向娘娘请罪来了啊！都是我的错，有你什么事啊？啊？谁说是你的错啊？啊，阿绣，都是朕不好，是朕一手策划将你娘骗到宫里来的。这些都是朕的错，应该惩罚的是你啊！不不，是朕，不是你啊！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没你什么事儿。你走，你的。这罪谁也不应该。皇上，您千万别这样。其实从头到尾啊，我也没有怪你啊。我一早就知道白爷爷骗我娘进来的。您天性慈悲，不忍心看他这么大年纪受罪。您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上。啊，朕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。行了。咱俩就别争执了啊！像这样爱民如子的好皇上，打着灯笼都没地儿找，天下少有呀、啊！
不像这样啊，心疼人的好丈夫也是十分难得，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啊，也珍惜，珍惜珍惜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如果我珍惜的话，你是不是肯让他们松绑？珍惜，嗯，那好好松绑，松绑松绑，松绑了，辛苦了一晚上了，白爷爷。哎，来，阿秀啊，阿秀啊，你可真好，阿秀，阿秀。你这么珍惜朕，朕一定不会辜负你的，阿秀。哎呀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就算要珍惜，你也得慢慢来呀。不能慢慢来，你如果在寒露以前不能怀上娃娃，他就得让位，江山就得拱手让人。您说到哪里去了？这么大白天的净说梦话呀，平白无故的跟江山跟怀孕有什么联系啊？哎，你们对我好呢，那我就对你们好。我无心伤害你们，我也没其他的想法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咱们能不能一边珍惜一边怀孕？哎，您越说越离谱了，白爷爷。海清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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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咱们就别再说了啊。你看看这阿秀呢，这么通情达理，这么好，咱们就别再打扰他了啊。咱们走吧，好不好啊？皇上，你好好照顾老爷子，他今天可累坏了。好了好了，慢慢走，早点休息。完了。老头儿，真是难为你了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啊，老臣我呀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走吧走吧。啊，哎呀，今儿可累坏了，快散了架。啊，走，哎，慢点啊，走。哎，我说皇上，你刚才你出来太早了，我都快感动阿秀了。你这时候出来，你不是搅和了吗？你真是，哎呀，你老头啊，躲什么乱？你先别说了啊，朕是不忍心看你被丞相设计侮辱，我没办法才进去救你的。哎呀，阿秀这点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，我这是啊，给他来个将计就计，来个苦肉计。啊，那你可就错了，君子爱人以德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。如果朕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得到了阿秀的心，那朕岂不成小人了吗？什么大人小人，光明不光明的，你只要能保住皇位，让阿秀再帮你生个太子，这才是真格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老爷子，如果朕连自己所爱都要用这种法子得来，那朕要这个江山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好了，不要再说了啊，朕就是这个皇上不做了也不能勉强阿秀。咱俩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。老爷子，如果朕的皇位真的保不住，那也是朕的命啊！啊，朕从小到大，就像是被你托在手掌心里的宝贝一样，被你呵护着、爱护着。那是，朕非常感谢你啊！可是现在看看你呢，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胡子拉碴一大把的，啊，老爷子，朕不忍心看你再为朕操劳了。这样，朕在退位之前，一定会把你安顿好。等朕退位以后啊，那时候朕就搬到你那儿去住，好不好？陪着你。跟你一起种花颐养天年。那只好如此了吧。啊，你连皇上都不想当，我还赖着干什么？我哄谁呀？我接茬哄你。你用着哄吗？是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走你的。我有一事我实在放心不下，就是朝中必有妖孽，妖孽就是梁伯，梁伯梁伯无意奈之何，没辙。哎呀，阿秀，你们俩来得太好了，我有好多话要同你们讲。我对不起你们。您别跪下呀，我承受不起啊。白爷爷，哎，不是，我一心想的就是让你们能够生个娃娃，皇室好继承下去啊。我也白盼望了，我也瞎拜了。白爷爷，别折腾了，你这老骨头要散了。我真对不起你们。丞相，可惜您没看见呢。这皇上把白老头给骂哭了，还逼着白老头给娘娘下跪道歉，娘娘好像还不领情，还跟这白老头打起来了。从今以后，白老头在宫里的地位会一落千丈，皇上就不会听他的了，那个朱秀荣也不可能替皇上生太子了。对对对，丞相英明，丞相真是神机妙算啊。想什么呢？
皇上心肠这么好，你能忍心看着他退位吗？你呀，别是想给他生太子，秦简怎么办呢？嗯，我怎么样才能帮上他呢？秦姐，吃药了。啊，啊，谢谢。哎，待会儿我自己洗吧。不要紧的，我顺手正好洗一下。哎，不，娘娘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谢谢你照顾我。以后煎药洗碗的事还是我来做吧。你说的也是，以往我别说没洗过碗，连别人用的筷子我都没碰过一下。不过呀，我发现其实洗碗挺好玩的，一点也不脏手，你看很快就洗干净了是吗？我想我不会比初一差吧。哎，对了，初一去给你买吃的去了。少公，咱们往三角村去吧，我妹妹就要回来了。哎，这就去。你知不知道我让初一给你买什么好吃的？我让他一定买到你最爱吃的东西，葱油鸡了，红烧蹄膀了，哦，还有你最爱吃的卤牛肉，叫他也买了一些。你看这样够不够咱们吃个一两天的，不用靠岸了？哎，对了，还有。虽然你伤还没有好，可我叫初一烧了一点酒，这个小地方的酒可能不够味儿，你先将就着喝。娘娘，哎，是不是我刚才少说了你爱吃的东西了？没关系，等初一回来我们再去买。娘娘，其实我秦简是个粗人，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啊。你瞧你说什么值不值得的，只要你的伤快点好，等伤好了，还有什么不值得的？娘娘，我只想等我伤好了以后，赶快进京去找阿秀。好，好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挂着阿秀。等你一好，我就陪你找阿秀。嗯。不过等我找到阿秀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啊。别说了，我明白。如果找到阿秀的时候，我再不方便，我也会避开，让你们好好说话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？你可不可以别叫我娘娘？你要不是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你就不能喊我一声萧离吗？一共多少钱？啊，一共是二千银子。这点够不够？这点钱怎么够啊？连一千银子都凑不齐啊。这两天我都光顾你这儿，你该认识我，别把我欠你的拿过来行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小店本小利薄，概不赊账。老板，有人要吃白食。掌柜的，前两天我没少付过你一分银子，今天实在不方便。我不认识你。哼，没钱还想喝酒吃肉？嘿，怎么又有钱了？小哥，你别耍贫，人离相见。想不到你这巴掌大的地方这么欺生。掌柜的，我这儿有个金钗，起码值500两银子，我先压在你这儿。要是明天我来取的时候崩了个脚，或者你交不出来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嘿，哎呀，小哥，小的这想给您赔礼了。
小狗子，快快快，把这个金钗啊还给刚才那个小少爷去啊！那怎么着？混账，让你去就去，这主往后啊来咱们这吃饭一分钱都不能要啊，咱惹不起他，快去吧，快快快快快！好嘞。哎呀！真情都是暖的，风吹和运动是要用心的，鲜花和树木到处长着，天下的事情都是一样的。人心